说到这儿，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反的一个带动，所以我第一步的时候，在收之前，我的胸腔先往前，我的手肘啊不是小臂，手肘先往后。去，我会用到我的手肘跟胸腔之间的那个弹性，去找那个点，注意是手肘跟胸腔，手肘跟胸腔之间的弹性。对，然后到位之后不是停顿啊，是因为我有说我们这里是点，然后延续这个力量，所以你会感觉你到了之后，你会越来越往里关闭，然后再打开。好，然后放下去的时候放松，放松，然后胸腔向前，手肘向后关，然后越来越往里，继续延续，然后再拉开，放松，对，and，去，延续，不要断，不要停在这里不动，继续往里，然后打开。Three, four, one, and two. Three, four, one, and two. Three, four, one, and two. Three, four. 手的力量很大啊，但是其实你们看我侧面，我需要的不是手的力量，我需要的是这一下的力量，你身体的这个弹性。去，去，你从后背上根本看不到我做了什么动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你的后背的一个扩张，扩张的力量，然后它的力量到位的时候，它不是往上的，不是往上的，它是往下，向下锁住，所以你的肩膀要沉下去，很多同学一到位就缩上去。啊，这个力量就空掉了，把力量往下放，对，然后你慢慢收紧的时候，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，然后打开手的时候再往上，不要起肩，你看又来起肩了，不要起肩，起手肘，压肩起手肘，然后打开放下去，对，然后先产生一个弹性啊，胸腔的弹性。别动，你看大家还是吊得很高，再压低一点。我现在应该感觉到是我的后背在扩张，然后我的核心这里收紧的，然后往里继续弯，向上拉，不要起肩，杨姐，你的肩沉肩，手打开，放，and，去，three。往前啊。
飞上去，对，要真实的扒上去。来，你看这掐哪儿了？胸腔，哎，走。向后靠啊，
头都是往前，但我现在要的是手跟头是相互的，手它是往前，但我的头是往后靠着它，靠着它顺下来。啊，这个感觉才真实的，不然的话你就感觉你的整个力量都是往前送的。